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瑞。今天我们要去干一件事情，我学的这个东西呢，想要长期的把它做下去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我学习的一个进度。然后今天去干的就是特技。然后现在我们刚出发，现在夏天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穿了短裤，非常的凉爽了。然后那我们就睡一会儿，暖心去睡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现在我们到了。我们路上特别的堵，前面嘛，硬是从我们公司朝阳开到，这是哪儿来着？西昌。开了两个小时，天哪，5点半出门，现在7点半了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那我们收拾一下就准备进去吧，一会儿见。就是想学一些空翻，然后就前功夫空嘛，先学这两个吧，也别学太多。我今天带你把所有的基础过一遍。因为空翻的话，直接上了会有一些危险。但是今天有一个弹板，今天我可以帮你。你之前翻过前空翻吗？翻过。不跑了。嗯，不跑。可以用板。然后我今天教你一个新的前空，是可以在原地用的。然后就是可以跟你讲一下你需不需要做旋转类的，就比如说前直转体、后直转体，就是我做的那些，或者说有更难的，我会给你看视频到时候。嗯，先把基本的一些都学了。基本的话要从手翻开始。好，绕到手，到滚，再到空，再到转。好，这是一个过程的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绕在这儿，你先跑十圈。好，热身一下。现在跑。对，出点汗。好，没问题。跑步今天要改一个问题，不要向上跑，往下。去踩着地跑，对对对，这样去跑。自己身体素质真的不行，我感觉这儿变了，应该就变了。谁说的？最后一个了，很差，很差。压过我啊？压过我？哎，你坐垫子，你坐垫子上，我坐地上了。踩过。有没有从侧胯压到横叉？以前就这样的，贴在墙上，然后踩下去。你那个是横叉，我给我。这跟你跟压了横叉都不一样吧？嗯，对，这个因为是它是用到空翻最多的一个部位。哦，我天哪，挺痛。你这个柔韧可以了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这个够用了，这个够空翻没问题了。你做一下你的前空翻，看一下。行，没问题。身体素质。加油，练体能。自己。不练的时候还要去锻炼。嗯，跑步是慢跑吗？还是就是匀速调整呼吸的那种。好，别喘，平常跑步。嗯，2020年的时候减肥那么跑，但后来就没有了。那跑伤膝盖。就跑步是网上视频有很多，就是那些马拉松啊或者是跑步运动员，他们会讲一些那个东西，网上会有那个可以去看啊，我就搜搜。对对对，你回去一定要学。好。这个是我的招。一定要记住，不是，不是。我的意思，后面的墙对，墙砸了，然后上右脚。对，加上面部。好一点，但是你的腿收的不对，一翘，哎，这个好一点了，不是太高了，教练，
你刚才是从地上走的，现在一二再做，把高度提起来，不要怕会摔到背，就是垫子没关系。哇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，不需要背，但是这垫子哪怕做更高的也大，没声的，这个过硬的感觉比较不好。为什么前面让你翻那么多个？哇，没跳，然后想让跳下来之后直接就要翻了，先着地再翻，就是可以了吗？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做动作总是。对，你这样就是他们卡都比你直接拍下来强，要把这个完成。我要不给示范一下这个怎么接？一二三，过来呀、啊！做一个，没事，我在前面保着你。我刚才做了那么多个，我也没往下走。你要明白，滚翻就滚翻，空翻就空翻，空翻是要往上走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。哇、哦，真找了，找了。对，这个像你现在要找的一个感觉了。什么时候你给我就 OK 了。轻松吗？轻松。轻松吗？轻松。再做吧，一定要多一点啊，一定要翻二十个。好。挂起来之后，翻的时候抱腿，然后站。这是不是转得快，翻得也高？因为你已经加了那个垫子，你就已经翻出去了。做轻松的很多，但是这两个都要会，你没有这两个的基础，没有翻别人。练腹肌、髂腰肌、大腿的综合性的素质，在你完善的时候很有用。摸到脚算一个，三十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发力，对不对？做二十个可以，师兄，那你先脚放下来就是。十个还有十个啊，没没做完。一。不行了，为什么太差了？还有七个，快点！今天做一组，再把你的一组做完了。啊，做两组不行。快快快！还有五个。三。啊！给我停。四。哇！好，谢谢。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我今天的练一个更累的了。啊！别怕，坐着，起腿，背腿二十次，一、二，哎，起不来。三，练髂腰肌，这个是收腿最重要的一个肌肉，是在你胯这儿的一块肌肉。我感觉我就是夹腿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根本起不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啊、这练这儿，我不要砸地，轻点弄。好、哦，已经开始抽了。对，酸就对了。哦
哇都没哇好好大家看到没？这些全是死肌肉。教你怎么拉伸，背过去，趴过去，撑起来，这样脑袋往后躺，就感觉非常的轻松，对不对？拉伸，拉伸，对。就是你运动完一定要拉伸。好，明天奖励自己一顿火锅。你要敢吃火锅，今天全白练，下回就加。啊，油、辣、少吃、甜，这三个要记。来，最后一个。给你一个放松啊，因为刚才已经帮你拉伸完了。一、二、20个连着跳，要快速。1、2、3、4。20，对吧？这要做2组，还有一组，就是。你是你有肌肉疼过，就是没有起床啊，肚子疼起来。没有。对，心情太激动了。哈哈。走，第二组准备开始。2、3。谢谢老师，太差了，锻炼了啊！好，我这节课上之前啊，我信誓旦旦，我以为就真是我脑子里边想的那么简单，然后但是经过这节课之后，我发现就是，看可不可以给老师打个招呼？老师再见，各位，我觉得如果是真搞这行的，就是从小从差不多4、5岁开始。真的要受很多的苦，术业有专攻，你要是真的非常拿手的技能的话，你要吃很多的苦。那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在特技这方面，我只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专业的基础的水平，不用非常顶尖就行了。希望您加油吧！今天下来发现自己的身体的素质差了很多，老师也告诉我了很多的一些东西，靠自己的意志吧。哥刚跟我说了一个英文 ，Keep your mind， 靠自己，我相信我可以，加油！那我们现在收拾一下就回去睡觉了，大家拜拜。